开花了！大家好，今天老罗还有几位朋友，老梁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，在河边搞野，抓到了好多好多大货，让我来捡一点，就让我来摘一点这个香叶，我不知道叫什么，就是香料，拿去做生鱼片，找那种嫩的，好大味道。好大的味道，这个香料有被霜打过，叶子都老完了，变色了。写点那我阿满给你这么多，可以了，拿过去，顺便看他的收获。好香哦！哟，好香！那，哎，放在这里。没洗。有洗啊？不用洗。不是吧？大鱼呢？鱼呢？在哪里啊？这里啊。那里还有啊？哦，这边还有。对啊，那里还有。还活着，我的还活着啊！是这些吗？嗯，这是叫什么鱼来着？不知道啊。麻钩啊。麻钩鱼啊。啊，你看它嘴巴勾勾的。嘴巴勾的吗？麻钩鱼。其实我看不到钩，它是活的哎。你吃过这个没有？这什么？淮山。对呀。野淮山哦，野生的淮山啊！哦，哦，哇，山上的、水里的都有。野生淮山，你们两个去挖的？对呀、啊。哇，你看，砸出来两盘。嗯。三盘。你这个。三碗。有洗啊？要洗啊？要洗啊！我都没有洗，我跟你说，这里还有。这是草鱼吗？鲤鱼啊！鲤鱼，一条鲤鱼。这些也是鲤鱼哦，这碗是鲤鱼。对，麻钩也有，麻钩鱼也有。麻钩鱼，这里还有哦。嗯，这里还有。全鱼宴了，又开始。是啊，鱼宴。老梁掌厨，老罗也当大厨，老罗要切成一片，我知道应该是。对呀、啊。切了没有？切好了。在哪里啊？这里啊。哪里？这里、啊。哦，蒸鱼片。这是鲤鱼吗？鲤鱼还有麻钩，麻钩也拿来做生鱼片啊？对呀、啊。哦，这待会拿来做生鱼片吃。这些养到明天还能不能活啊？送给人家。哦。吃不完了、啊。这肯定送人是吧？你们那么多人去呢，去抓。是啊，分一点给人家。哦。收获不错哎。这么冷的天还有这么多鱼哦，肯定不是你们两个人的功劳。嘿嘿，肯定还有啊。应该是那两只鸟有功劳也蛮大哦。是啊，不过渔网也抓到很多。又去下了网哈、啊。是啊，网也搞到很多。那麻钩鱼，嘿嘿。你不是空间放的。人家给我的吧，如果先干点了哈，干点差不多了。啊，给他打起的，我也早就讲了。我就是过来蹭饭吃的。三哥来。张哥一会儿就来，但闻到鱼香味，他肯定比我跑得还快，只是他现在有点事，来不了。你们几个去抓了几个小时啊？四个人抓了有3、4个小时哦。三个多小时啊，那么久。有，顺着去。午饭也没有吃哦。没有吃啊，没有。现在几点钟啊？4点钟啊。哇、哦、哇哇，那你们肯定肚子挺饿的了。要等吃鱼呀、啊，有收获，饿的不要紧的呀。抓了几个小时的鱼，饭都不吃。这个我去年吃过。
尝一下吧，好香吗？这个，太大一块了。没有。哎呀呀！我就拿了个大大的来吃上了。好香啊！真的好香。真的好香，又脆又香。淮山鱼全是野的，淮山也是在山上挖的，是野生淮山。鱼身，鱼身片。快点吃吧，你们几个。好的，好的。等一下都吃晚饭了，你们才吃午饭。加点酸水下去，生鱼片。好嘛，好嘛。那没关系，我没来。酒呢？好个，好，好，医生就不要回家酒，哎呀，医生老人，老人，我来把干完。我就想尝一下那个。干巴香的嘞，把梅。淮山。淮山嗯，我自己去拿，拿筷子。阿忠拿。哦，筷子啊，梅。你喝个啤酒，天天吃啊。我不干了。哈哈哈。凳子啊，自己坐，都是你干。真的快点，干的奶，干的奶，快点啊！嗯，我们是吃过午饭的。欢哥喊欢哥过来。喊了，他过来尝一下。我想吃这个呢，这个淮山。等一下就要吃午饭了，他们才吃。等一下要吃晚饭，他们才吃午饭。咬得我这个闷。哎呦。好好好
朋友们，大家一起过来。